我谂好多朋友唔多唔少都会好想知道自己将来嘅运程系点噶，你系有冇咧？你会想知道啲乜嘢嘢啊？后生嘅时候，你可能会想知道自己适合读边一科，做边一种嘅工作，搵唔搵到钱，买唔买到楼，几时会遇到适合嘅结婚对象，几多岁结婚，会唔会有自己嘅小朋友？年纪大多少少嘅时候，你可能会喺事业上有更大嘅野心，你希望知道自己能唔能够有更大嘅发展，甚至乎你可能会谂下自己适唔适合做生意。嗱，如果适合做生意嘅话，咁到底做边一类型嘅生意会令到自己得到更多呢？甚至乎你又会开始研究各式各样嘅投资方法。嗱，到年纪大咗啦，你又可能会开始担心你嘅小朋友，担心佢哋读唔读到大学，担心佢哋搵唔搵到一份好嘅工作。担心他们的前途，至于自己，你可能会开始为退休生活打算，你会比之前更加注意自己的健康，会担心自己年纪再大一点的时候，有没有人能够照顾自己，仔女是不是在自己身边。我遇过很多的客人都会问我，到底他们晚年的时候会不会搞到要执纸皮生活的，是不是真的有钱的。其实我相信我绝大多数的客人都不会有这些问题的。不过我们都要想想，如果真的晚年搞到这样的生活，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因为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地去计划？当然也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性，例如即使中年储到一大笔钱都好，但到最后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而使晒，那到底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避免这些的问题产生呢？我相信如果你可以尽早知道自己条命是怎样，条路大概是怎样，你就可以有一个更加清晰明确的部署了。那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传统的中国命理学紫微斗数是怎样可以做到这些的推断。当然我明白很多人会说风水命理是呃人，是吹水之嘛，诸如此类的事，但我希望大家能够放下成见，尝试下了解下真正的风水命理学是怎样去做推算，以紫微斗数来到去讲整个系统是怎样计算出来，每一个宫位反映到什么东西，每粒星又代表了什么东西。下一集回来，我就会和大家拆解一下紫微斗数了。